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第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两天后，消息传到澳门，澳门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则新闻。随后，印有这则新闻的报纸被精心剪裁，漂洋过海来到了远在加拿大的梁维特手中。当时还只有16岁的他，第一次知道了改革开放。当时我在加拿大念书，新加坡中学，然后呢，我们跟家里面通信呢，都是用邮件来做通信的。我爸爸妈妈要把有关这个澳门日报的有关这个简报寄了给我。这当然是我们这个国家政治上一个很大的举动，港澳同胞是非常支持的，但同时不可能预计到有今天的发展。如今身为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的梁维特，其家族与内地的渊源从很早就开始了。梁维特的外公陈满是澳门新源地周报的创办人之一，在新源地基础上创办的澳门日报成为澳门第一家爱国进步报纸，是澳门民众了解内地的窗口。梁维特的父亲母亲更在早年便前往内地读书工作，这让梁维特从小便与内地有不少交集。回想起第一次到内地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当时是年纪很小，但是为什么印象很这么深呢？夏天我过关，我要穿好几件毛衣毛裤，就是要我们作为这个小孩子过关，把这些东西带回去，让我们有关的这个家乡的这个亲戚朋友啦，能够拿到这些物资。我记得当时小时候，我们也去邮政局，我们买一罐一罐的花生油。当时我们又透过这个澳门把这个花生油寄回去了。毕竟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澳门的物资供应可能比内地的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点。梁维特所描述的内地物质极度匮乏的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梁维特惊叹于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切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给两地人民带来的便利。今天反过来是完全不同了。现在你看我们澳门的很多的绝大部分的我们民生的所需的这个物品啊，包括是我们这个蔬菜也好，米也好，水也好，电也好，都是国家供应给我们的。相对来说，美好丰富生活的这追求了，这个满足只是来自国家给予我们澳门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对比啊。我记得我第一趟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有坐车过好多这个渡，然后去广州，然后再坐车从广州去云浮，才能去到我们家乡里面见我的妈妈。是现在呢，现在回家乡2个小时，一下子从1天半缩短到2个小时，这就见证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一个这个一些很有感受的一个距离感的这方面的这个缩短，某程度上呢也加速了我们更能够有效的融入到国家的发展里面。这一改变让梁维特感到骄傲，他也迫不及待参与到这股浪潮中，用自己的力量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1997年，梁维特与澳门部分工商界及学术界人士联合创办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紧贴内地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澳门积极发生。多年来，关于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开放澳门自由行、横琴开发、南沙开发、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等，梁维特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参与其中。国家给予我们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怎么做才不会辜负国家对我们澳门的这个好意？怎么做才能够真真正正做一个高度发展的态度，用好用住有关的政策？不光是我懂，
我们还有啊，学懂、弄通、做事，这个不光是官员要理解，要全社会都要理解。梁维特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国家因为改革开放，从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澳门也因为改革开放，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在澳中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澳门第一大外来资本。加之大量内地居民涌入，澳门经济逐渐走向多元化。1983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83.7亿澳元。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042亿。短短34年间，澳门的生产总值翻了近50倍。这一切与国家改革开放有莫大的关联。透过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产业的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它给我们更强的、更多的、丰富的这个 5G 的供应，是满足了我们这个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什么？这就是富起来、强起来，就是我们澳门能够为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我们能贡献的力量比以往强起来，尤其是对在国家整个世界这个国际网络里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加强起来。这个改变不是无来的改变，而是符合的国家所需，同时发挥我们澳门所长这方面的改变。从接触到了解到理解，梁维特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加深。他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政策研究和传播，他渴望为澳门发声，进一步为拉近两地距离、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而努力。2008年起，梁维特连续两届担任澳区全国人大代表，他提交多个促进两地交流融合的议案，让澳门在国家引进来和走出去中扮演更好的桥梁角色。2014年，梁维特迎来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角色的转变让他对澳门的发展及祖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经常说，国家的发展快车不光是看国家自己的内地的市场，是在全世界，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形象，是吗？这都是带于我们澳门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积极优势。我可以举个例，今天我们出外，我们给人家这名片一看，他首先看的不是我们啊，你是澳门特区，他是先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就是从他们的角度已经不是小澳门，而是大中国。国家就是我们澳门最大的靠山，国家就是澳门最重要的名片。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梁维特见证了国家的繁荣稳定和飞速发展，也见证了澳门跟随国家改革开放的脚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如今，他的肩上背负起更重的责任，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使命，要为国家、为澳门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在国家这个发展阶段，参与到整个发展里面，让我感受到历史交给我的一个使命，让我能够有机会能够为国家的发展、为澳门的发展做出更多的担当。